错了，这道门就是泰国了吧？状态大。3点多就已经开到了边检站，天哪，太早了吧？安检出来以后，应该说过海关以后，我和前面二位找不到巴士，我们正在寻找我们的巴士。这个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有巴士。他们两个包是真的沉，黑的。没想到我家对面穿过来就是一个码头夜市，哦，这好热闹，那边还有摩天轮。刚才问了一下，原来是排游船。天哪，好多人啊！我搞不好过两天也要来坐，希望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实不相瞒，这个夜市又很多中文，我感觉我自己又回到了国内。而且很多中国人在这边，真是个景点，有意思。不过这边餐厅超级多，各种好吃的，所以我觉得接下去两天我可以在这儿多解决一下。种类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很多商场卖衣服啊什么的，也有一些像 Timberland 这种牌子。A few moments later， 哇，总是如此的快乐。对，真的有个鬼屋型的过山车，我操，这是蜘蛛啊，吓死了！上面就是摩天轮，这有玩乐三件套。这地方的物价它其实偏贵一点。对面这家店屌爆了，我最爱的歌之一。四漂流。种菜上头，我们不一样。有虾、章鱼、鱼、螃蟹、螺和青口贝。这东西我是真弄不开，太坚硬，剪刀也剪不开，剪刀只剪了个痕迹出来，无语了。让我们来看看看到了什么。呀，这个涂鸦好可爱，这是多邻国吗？感觉给大家看一个神秘的锁车方式，这个是能锁得住的吧。The next morning， 不得不说，现在才7点钟，这曼谷已经有点堵了，大家都很卷啊、哦。这就是市中心了吧 ？What name of Bangkok？ Tony will recite for everyone. If Guapo Maganda here can remember, can recite for the whole group, but Tony will treat you with big bowl.这就是那个水上市集了，但这一块还没到，所以到前面一段应该会有人买东西买卖。现在我们是早上比较早，所以应该还挺热闹的，如果到中午他们就要收摊了。50铢买的椰子冰淇淋，不知道好不好吃，真的是椰子哦。因为我们买了，前面也买了。
到了宽阔的水面，这边就是那个唐人街探案的一吧一的场景了。现在到了这条窄路，这边就有很多商贩，前面都是。我要收回刚才的话，人其实挺多。看来这边一定要讨价还价。这里每一个船都应该有对应的商家，有几家店可能是他相熟的，所以他如果开过来，就每次会停这几家，然后另一艘船可能会停那几家，然后互相有一些利益上的关系，还蛮好玩的这个。师傅的马达坏了，我们现在已经泡锚了。哦，师傅又行了。突然看着连石柱都要撑不住了。到这里可以看到水上市场最热闹的这一部分。哇，很拥挤哦，都考验船夫的技巧了。看人就真的变多了，那得看门嘛，那都不了我，禁止拍照。继续撸毛，我又来了，嗨，不要被迫营业嘛，开心一点，笑一个泰国猫，招待外宾啦。不过有一说一，我还是很亲猫的，就猫都会亲我，就会各种蹭我，大尾巴，不敢抓，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好舒服？中国的马杀鸡手法是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个火车是，就一天就几趟嘛，所以在这几个时间点里面，就大家会聚很多人。如果错过了就得等很久。From this area, from this direction,哇，这风景爬好帅，这景色哇好帅。哇，中国来了，人站太近了，真广。哇，好近！嗨 ，real cool。对，真有人坐在这火车上面过来。哎，这火车还挺长的。连阿瑟真的很帅，这个衣服，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造型也很不错。这个地方就得弯着头前行，弯腰前行，因为太低了，这顶不住。A few moments later， 落车点是暹罗天地这个最大的百货。广场了吧，应该是曼谷，杂七杂八什么都有，而且有点像市集的那种状态，都很好逛。好大的一家 UR， 啊，那边是高岛屋了，就是高岛屋和暹罗天地合起来了，所以说是，啊，好多高尔夫球具。出来以后 ，OPPO 有个活动，然后这儿有很多人在排队，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明星要来吧，这有点像小演唱会形式，见面会。你要说这是 OPPO 的新品发布会，我是不信，感觉都是女粉。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要去一号码头坐船回去，走水路今天，我操。
这条是我的船，这八次船，哇哦！哦，他们要先下来。OK。啊，看样子就是随便座位，还是有地方可以坐。不是，还有。OK， 我就坐这儿吧。再次坐上水路，感觉很开心。就是在江之啊，不是河这一边都是酒店嘛，有香格里拉呀，酒店文化东方，还有加菲勒吧，四季都在这边。然后刚才我上船这边是希尔顿半岛。就是它都是包掉两个河畔的，就基本你靠走路是走不到河畔的嘛，所以就你得去住这些酒店。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搭船啊，或者搭游轮啊，之类的，就是它有些什么公主号啊，像那个夜市那边在等那条船，船上有自助餐什么，我打算明天去吃一下。鸭子。这涂鸦画的也挺漂亮的，穿上一身帅气西装，把头发梳成大耳模样，说明我现在要去干件了不得的大事儿。但是嘛，哎，咱也不能细说。OK， which one is the most? This one. Oh, OK. Uh-huh. And this one is 800 baht. This Isaro is 600 baht inside VIP. Yeah.Most expensive. Which expensive. One? This is outdoors. Oh. It's a little cheap. Oh, okay. You get one free. Okay. Yeah, this is indoor. It's the raw. It's Luke in Thailand. Uh-huh. And this is from the middle. I see. Yeah. Wow. Cool. Awesome. Oh, no. Just.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Are you from Korea? No. Like, look like China. Yeah, you look really? Like me. I studied. You look like me. I studied in Tokyo. Yeah, you mix? No. I studied in Tokyo before. No. Working in Shanghai. Oh, Shanghai.You don't learn with the same Chinese? No, it's like, different. Okay. The next day.地方下来就是水门寺大佛，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天哪，好多人。这条路就屌的可以，很佛家。这个金佛像有69米高，说是，应该是全身镀金。啊，这个看着还是挺新的，不知道是维护的好还是。这咖啡馆就是连进来都要20泰铢的门票，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地方沿河，不过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大佛。可以看到佛身上还是有专人在维护它，又在开始维护了。这个金身加后面的白塔，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漂亮。这样前面一条河哈，刚好有船经过。这个地方就100%是中国人开发出来的，不是中国人都找不到这种地方。为什么睡那么舒服呀？走过这座天桥，就可以直接看到。种苗就不用下去了，就在这儿看看吧。感觉所有的都是远观即可，
那我还是走过去坐渡轮过吧，过到河对面。那小路又堵死了，泰国就是小路太多，然后小路都会堵得很惨。大路其实交通还蛮好的，啊，入口就是在这儿了哈。我没买票呢。泰国就是有很多猫，啊，哪都有咪咪看吧。上了郑王庙到大皇宫的渡轮是5块钱一个人，在这边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塔。热门旅游景点，我出来以后右边就是卧佛寺，就是这个，然后往那边走就是大皇宫了，去大皇宫好了。这就是大皇宫的外围啦，超长的白墙，也不知道蔓延到哪里，后面已经好长一段了，不过外面倒是也没人看过。哎，在白墙中看到一道小丢留的小门，晚上我就来敲门。这墙好粗啊，这墙吗 ？Oh my god！ 决定找一家店来剪头发，就这家吧。